第三季 T1 直男的一个季后赛，新北中信特工来面对到台北战神，切往我们的方向去走，大家带着信心，带着努力，这球特工有缺少快攻，夏轩上篮得分，阿巴西的弹道完全歪了，这个球想要给阿巴西，结果被抄走了。面对底线出手没有风光，中信特工好像找不到进攻的节奏。哇哇，又失误，第八次失误。这个开局真的是没有人想象得到。对，外线要出来大篮筐，外围出手投进，郑文鼎投进三分球，夏轩的第一颗三分球出现，45秒空档修正回来了。魏佳豪再传出来给到阿巴西 catch and shoot。上半场打完之后，是由台北战神取得15分的领先。不要管这场球输赢，上去是不是要把态度打出来？杨彪现在快攻给到阿巴西，哇，再一个三分球，阿巴西三分球第四颗，给到阿巴西骑马射箭抛投，现在平手了。这场比赛要进入到延长赛了。哇，这边看到艾德投进三分球，哇。不会是阿巴西受伤吧？希望阿巴西这个伤势不要太严重。篮板强森拿到，强森啊，是不是有哨音了？是，这一把也罚进，一分领先了中信特工。啊，这球被挡下来，球最后台北战神赢了，在系列赛的首战先拿到了一场胜利。季后赛就是季后赛，今天这个球赛完全是输在自己，还好这是发生在第一场。不是在第五场，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下一场就回击，好不好？好 ，OK， 来。台湾联盟篮球联赛，这是季后赛的 Game 2， 在五战三胜制的一个比赛，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Today we need to start the game defensively. It looks like it's 10 players on the, in the defense, not 5.Amazing energy and amazing concentration. Believe in yourself. 我怎么把他 stop 下来了？接下来是我们展现给他看的 show。OK。仿佛回到第一场球啊！对，台北战神的进攻非常的顺畅啊。那中信特工是屡投不进啊。现在超截成功之后，带动了中信特工的得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一个 field goal。后面拖车过来，进算 and one。中信特工的外围三分球终于是进了，第二节西亚轩。最后还是在因为他的手上外线的三分终于来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完，台北战神47-38，暂时领先中信特工。If we are afraid, we cannot win this game. Let us see that you want to shoot. 外围的尝试，哦，哦，下半场比赛这一个篮筐，如果对特工来讲比较好投的话，那三分球要多投了，因为和外线的三分 ，bang！ 但肾上腺素都持续的飙升，下圈超截成功，前面快攻的上篮进，这场比赛中信特工逆转了。地板交给克里斯，压进来单手扣篮 ，Oh my goodness！ 马上的来回防，下身弧顶的三分球出手进，这球跑出了非常棒的空档啊！林伟汉的助攻交给谢亚轩，后撤回来，林伟汉的三分球又要勾给到篮底下的谢亚轩，林伟汉的助攻。林伟汉的一个表现，个人是三助攻，是真的非常非常出色。特工是以95-88来击败了台北战神系列战，现在双方变成了1-1的平手。First game tough, second game tough. There is no easy game in the playoff. Go set, take a rest and b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ready for next game. 伟汉今天把我们带起来，接下来各位全部一起跟上。而且